来到万里，大家就会想到万里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一样东西，如果你没吃过的话，就等于没来过万里。你不用特别找它在哪里，因为你只要跟着人潮走，你就可以看到它。走，在万里这个小地方，有着这么一间蛋糕传奇店家。每逢假日，这边就会车满为患，连交通警察都要出动来指挥秩序。听说这里的甜点跟万里蟹有很大的关系，海鲜尬甜点，到底会碰出什么新滋味呢 ？Hello， 医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吃一下蟹派。哎呦，这么丰盛，这是蟹派？哇，这里面真的有螃蟹吗？你看啊，它其实我们里面放了很多有趣的食材哦，有趣的食材。这个每天我们都限量到20份，限量20份，20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吃一个，今天吃掉1/3。万里在地人的吴宗恩老板，从小就不爱念书，喜欢甜点的他，国中一毕业就跑到蛋糕店去当学徒，从此就跟糖结下了缘分。不到30岁，就在万里开创自己的蛋糕店。打造出渔港小镇中的时尚店家，你可以试看看。我现在尝看看，小心烫。老板喜欢吃蟹吗？我很喜欢吃蟹，对。那你应该是那样，就是熬的蟹的熬。对。吴老板很腼腆，他每次做完蛋糕后，最大的乐趣就是走出来看看顾客吃的表情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反应，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学习跟经验。他不愿意待在厨房让回收桶难过，他希望能直接了解到顾客心中真正喜欢的是什么。我其实在做蛋糕有一个理念跟想法，就是说我们要做客人的师傅，不是做师傅。客人的师傅就是说你怎么样料理出来的甜点，是你是帮这个客人去实现他要的味道跟他要的蛋糕，而不是说在表现我自己的想法跟我要做什么。好，我们刚刚吃完咸的，我带你来吃一个甜的啊，甜螃蟹。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甜螃蟹。蟹膏，蟹膏，蟹膏，这一块都你的。这一块是我的。第一个。老板，你怎么吃？有点硬啊！好，这感觉很令人转食。除了饼干的香味之外，它这个糖霜甜甜的，顺口。老板，你是万里人吗？没有错，我是土生土长，是很喜欢螃蟹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吃螃蟹。吃完了，一整太浅了，你就把它吃完了。怎样？好吃是好吃，我还带总是当伴手礼，怎么办 ？OK， 没问题，我带你去，我请师傅教你怎么做。真的吗？没错，自己做才有诚意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走 ，Go。创意就是要发挥在大家有共鸣的地方。这些饼干都是按照万里蟹所画出来的 Q 版哦，花蟹、三点蟹。还有十旬，是不是让人一眼就可以记住呢？吴老板说，这不是他自己想要的甜点，而是顾客想要的甜点。他希望把顾客理想中的甜点做出来，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、最幸福的一件事。台湾迷雾志来到万里，找到我专属的 UDN 甜螃蟹。想要吃自己买，没得做，拿去送朋友。吃完万里最有名的蟹后，别忘记来这里。要去拜见一下女王，万里可是因为这位女王才大红大紫的哦。如果来万里没去那里走走，那可就白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大家的电视公园。走，今天来，走，老师手可以放了。2000多万年前，台湾人在海里，由大陆福建冲刷下来的泥沙。一层层的堆积出砂岩层，600万年前的造山运动把岩层推挤出海面，造成台湾岛，野柳就是其中一部分。经过海浪、雨水和风不断的侵蚀和地壳不断的抬升下，
就形成现在的奇岩怪石了。是，天气真的很凉爽。是啊，但是走这么长的路也是会累的。你要告诉我，女王头到底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哟，女王头即将出现，请看那边。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她的头发，她的鼻子。他的脖子，他整个的轮廓是不是很像你？哇，还有一个包包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可不可以近一点看啊？好啊，这个就是女王头啊，我还没有亲眼看过。好好好，对，久仰。对呀、啊，女王你好。对，30年前，哈、嗯，她的颈围啊，她的胸围大概是在220公分左右。那现在呢，只剩下大概130公分左右。对对，我听说这个女王头是不是有断颈的危机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岩石分成两个颜色，深的是碳酸钙质地，浅的是砂岩。砂岩部分容易被侵蚀或是风化，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，野柳的风景是属于大家的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焉，不然我们的后代子孙可就看不到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拜访那个烛台石。烛台石目前呢是世界上呢，啊，只有这里找得到，不止台湾了。世界烛台石就在那边，啊，就在那边。这个老师，其实你不用讲哦，我也看得出来那是烛台石，超明显的。但我们有这样的这么棒的啊，这么棒的地形，这么棒的东西，我们是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存起来。有人说它这个烛台石后面那个是一个鲤鱼石啊。当然，要用上你的心。醒一醒啊！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，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，野柳到处都是惊喜。你看那个岩石，它中间有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它有没有像一只猩猩，好像趴在那边，头一直在看着海，在那边沉思？猩猩。今天从一只小螃蟹延伸到整个万里。看见张老板散发出好海员的精神和坚强毅力，体验到万里人的热情跟人情味，当然更少不了吴老板为了让家乡更有特色所做的坚持跟付出。谁说蓝色就代表忧郁？万里这里的大海就装满了希望跟理想，因为他们这群人的血液里充满干劲。有机会来到万里，可别再错过这些美味的伴手礼喽！我是宜晨，下次的旅程绝对加成。